听说你要走。不是我要走，是郑主任让我跟随他回南京述职。第十五师政治部那个秦文雍，你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我正在调查。他是个什么人？目前他的身份还没有确定。别撒谎。严先生，我没有撒谎。秦文雍他身份特殊，我一直都在调查他。他以前曾经进入过一个叫做024小组，他的哥哥是张云林，是李司令手下最有可能成为师长的一个人。这个人也是我一直争取的对象。成功了吗？快成功了。他对我有感情，我能感觉得到。你让我帮你调查你哥哥的死因，这里边是详细的材料，里边有你哥哥被杀现场的照片。杀你哥哥的人正是024小组。是秦文雍所在的024小组吗？你的哥哥一手把你拉扯大，你现在却爱上了一个杀你哥哥的人，他爱你吗？的仇你要报吗？我要报仇。那现在给你个机会，我该怎么做？你收留了秦文雍的弟弟秦文海，我想有些事情他可能做得比你好一些。你一直都在调查我吗？对不起，严先生，我不应该这么问。徐秘书会送你回家，接下来做什么，有人通知你。是，严先生。奇怪，怎么没有看到秦文雍、秦文海呢？要不咱进去瞅瞅？进去干什么？我们是来看戏的，不是来演戏的。吩咐兄弟们，听好进出所有人。明白。跟兄弟们说，先不动，都定近点，所有人。新郎到了。
你先走。哎，冬燕，你不要。就是在出嫁的时候发生的，林旅长中枪了。让开！这所有人都给我仔细检查，听到没有？是。你回来了，你大哥还没有到，出事了。被搅乱了，林泉大哥中枪了，怎么回事？是三哥开的枪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他被抓了。不会的，他还没有到底怎么做，他要对付的是我。他现在已经把仇恨的怒火转移到我身上。爹，这件事情我来解决。爹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，阿海是被人利用的。文泉，照顾好爹，我去省政府。好，快去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呢？
秦明涵，为什么要杀我？老三，林旅长与你往日无冤，今日无仇，你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刺杀他。是不是有人指使？你只要说出指使你的人，我们会对你酌情处理。是不是受人指使？这是误导。老三，你现在不说，没有人能够救你。 这件事情一定会查出个水落石出。秦明勇，他是你弟弟，你来问吧。阿海，告诉二哥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 真的没人能帮你了，老三，你只要说出你背后的那个人，我保证你的安全。对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们都保你安全。我可以说，但我怕说出来会死。 我要当着徐主席和吕司令的面说。好吧，我现在就给你机会，当着我的面说。秦海，说实话，到底是谁指使的？什么？你是说这个人就在这间屋子里？ 这次刺杀林旅长，确实有人指使。谁？二哥，你别怪我，不是我的错。要不是大哥的手下到晚了，我们就成功了，我也不会被带到这儿了。 秦文海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二哥，是我没用，我没有杀成林旅长，我没用。你跟我说过，杀了林旅长，你就能让大哥上台，这样的话，整个广西都是我们的了。秦文勇，你出来。 三，你别乱说话。大哥，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说出真相了。我觉得你这个办法不好，你让我在婚礼现场刺杀林泉，这样的话。 大家就不会认为是你做的了。可你说过会放了我，可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现在又把我抓进来？你是想杀我灭口吗？老三，你胡说！ 徐主席，吕司令，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求徐主席和吕司令救我一命，救我一命。徐主席，吕司令，这件事情，你放心，我和司令会为你做主的。
李司令，你决定吧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由林旅长全权负责调查此事，把他们俩关起来，押去。特派员，请吧。没想到这件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。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他们三个都不能留。那我明白你的意思，部队里边最怕的就是同胞相残。干啥？没事吧？我都听说了。我听说张玉林跟秦文庸又联合起来害你，是真的吗？没错，他们的确想害死你大哥。这次针线，我差点把你推入火坑。张玉林和秦文庸早就巴不得我死了。为了事务室室长这个位置，张玉林什么都能干得出来，我真是瞎了眼，差一点把你许配给他。幸好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可难道你也相信张玉林跟秦文庸会联合起来害你吗？我不得不信呐。秦云海亲口指认，就连徐主席他们也深信不疑，要处置他们。怎么处置？枪决。哥，你要救救他们！你要救救他们！现在没有办法了，这是徐主席亲口下的命令。他们死了，哥，你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当上第十五师师长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哪能顾得上这些问题呀？你这么着急让我嫁过去，是不是就为了今天？什么为了今天呀？你今天胡说些什么理由？我们兄妹相依为命那么多年，是了解哥哥的。就是因为我太了解你了，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底下都会放着武器，你不会把你的后背让给陌生人，更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在你面前随便拔枪。你怀疑我吗？我不想怀疑你，我希望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哥，就算为了我，我求求你，你可不可以救救他们？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我一个人能够改变的。好，如果你改变不了的话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会这么想，贵姓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你在跟张云林争这么市长的位置。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，如果秦家三兄弟全死了，你顺顺利利的当上了师长，那么伊里的人呢？他们不会服你的，你根本就指挥不了他们。我说过了，这和师长之争没有任何关系。
答应你，尽量保住他们的性命。是徐主席和吕司令亲自审问的秦文海。原来这事儿是张云林和秦文庸联手干的，这目的就是让张云林拿到第十五师师长的位置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我亲自查的。您笑什么？我笑是因为有人跟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我原以为他下手不会这么重的，没想到他想赶尽杀绝。谁呀？哎，对了，徐主席已经下命令了，明天就处死他们三个。真的？啊，真的。哎，我是想，这事儿要不要跟主任报告一声？你觉得有必要吗？我觉得。毕竟他们都是跟咱们从南京过来的，你说要真是处死秦文庸，那这是不给咱们面子啊。他们什么时候给过我们面子？再说了，秦文庸死了不好吗？好。四娘怎么样？四娘没事儿，她只是受惊过度，需要休息。嗯。爹，我听说徐主席已经下了命令了，说是明天就要处死大哥、二哥还有三哥。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？你大哥行伍多年，他最骄傲的不是赫赫战功，而是征战沙场这么多年结交下的生死弟兄。文倩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只有这些不怕死的弟兄，他才能够救你。旅长，小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旅长，弟兄们听说你明天要处死的消息，就全都过来了。我们要劫狱。混账！劫狱只会伤更多的兄弟。我是清白的，我相信徐主席和吕司令会明辨是非的。你让弟兄们千万不要冲动。可是我没有做，就不会有事儿。既然旅长不让我们劫狱，那我们就陪着您。一里的弟兄，全体动员，原地坐下。不许动！现在一旅的人到二旅去要人了。哎，不过还好，这一旅啊，纪律性比较强，只是在监狱里静坐。如果我们不杀张云林他们，恐怕二旅不服。如果杀了张云林，一旅又会出乱子。秦文海，明天就要被枪决了，你今天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对，我问你，你刺杀我哥哥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过这样的结局吗？啊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
我只是打中了他的肩膀，我手上有准。你被骗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逃脱惩罚吗？我是为了你。你为了我？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不想结婚，你不想要那一天。你不会怪我破坏你的婚礼吧？我没有怪你，我是不想让你白白送死，被人利用，你懂吗？关心我了，啊？阿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杀你二哥？为什么要嫁祸给他？为什么？阿海，阿海，阿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要是再不说的话就来不及了，他们会没命的。我该说的都说了。我要见秦承志，我有话对他说。你爹？他不是我爹。什么？你叫他来，把他叫来，我告诉你们真相。阿瑶，秦冷海，你把爹叫来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说吗？是。文海说，只要伯父您亲自出面，他就会说出事情的真相。伯父，我知道了。文清，你先陪阿瑶到客厅坐一下，我过后就来。放心，不管文海说出的真相是什么，我都一定要救他出来。他毕竟是你满家唯一的血脉。
一念之差，我们便天人永绝。这些年，我对你们是充满了愧疚之心。老张，你最年长，你是大哥，你告诉我，如果汪海洋说出的真相会选他们三兄弟于绝境，我该不该用这把军刀为他们杀出一条血路？你们要是在就好，你们要是在，我的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六神无主。万老弟，你最聪明，你的主意最多，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如果有办法的话，我愿用现在所有的一切来换他们三兄弟的性命，我愿意用现在所有的一切换你们的性命。三兄弟当中有一人要对这件事情负责，我还是要请你老兄弟出马。文英是我的妻子，如果他干出大逆不道的事情来，利用他的兄弟做不可告人的勾当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我把东西藏在灵位后门了，我不能拿给您看，我也请求您不要去看。为什么？我不能说。没有走错路，没错吗？儿子的命还有其他的用处，不只是为了您说的理想。答应我，当兄弟在生死关头的时候，你绝不能袖手旁观。放心吧，爹，我不会那么走的。爹，你别过来。阿瑶姐问什么时候可以走，她等得有点着急了。你们再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
把门打开。小姐，这。把门打开。爹。阿瑶，我有事情要单独跟他们说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好。那不行，有人探监，我必须在场。谁说的？你跟我出去。还有，叫着你的兄弟们。是，小姐。二里弟兄，走，向右转。这些都是一旅的弟兄吧？对，我们都是。国有国法，你们这么做只会疑人口实。马上撤出牢房，到外面去等。我怕他们秘密处决我们旅长。我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来的。小五，叫弟兄们出去等。旅长，快去。是，一旅的全体起立，先给我出去。伤怎么样了？死不了。老三，不要这么对爹说话。是你说，只有见到我才能说出真相。对，你总算来了。我现在就要说出真相。我要你当着他们两个人的面，亲口承认你对我爹和张云林的爹所做的一切。老三，不要对爹无礼，你敢承认吗？爹已经跟我承认过了。什么？承认过了？那你为什么不替你爹报仇？老三，我相信爹，他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我不信！秦文雄，你听见了吗？是你爹杀了我爹，也杀了张玉林的爹，这就是真相。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。你们都知道了啊？